鸡脖是全岛热最快，所以呢我们下面有火，为了防止这个热呢传导快一些，为了安全第一，所以我们用铝箔纸把线包了起来。继续采访一下师傅。他有病，我有药。我现在自己是设计师，搬柴的小卖火柴的小男孩。那个谁，那个，快点着吧啊！这个整个的大家一场生死的战斗刚结束，很多兄弟死了，你们活幸运的活着，但是你们仍然在这个气氛里再找一些最快乐的事情可以谈一谈。放在盆里面。开始。对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敬我们的兄弟苏全孝，敬他。苏全孝乃是反贼苏护。你呀，号召大家，闻一身的大粪味儿。什么味儿？谁是谁也看不出来，是吧？